天呢是一期有房出租的视频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在东谷的全新独栋别墅现在要出租的现房。这栋别墅呢位于东谷的全新社区 Farberdale 小区，那这个小区呢在两周前已经全部的售罄了，它堪称是东谷最后一个大户型独栋别墅的全新社区。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户型呢是它的 Harlow 户型，也是 Farberdale 当时最好卖的户型，它是5房4.5卫3216尺。那它的户型设计呢是非常科学并且实用受大家喜爱的。那这个小区本身呢它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优越的，它近15号高速公路、60号高速公路，正对面呢就是东谷市政府，那么距离东谷的 Costco 好事多以及未来的九九大华仅不到5分钟的车程。那这边呢也是属于东谷最好的学区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房子呢它本身也是2020年的新房，刚刚 close escrow 的，它是有太阳能的，那每个月呢可以为您节省大量的电费啊。那现在呢就跟我一起来参观一下吧。